哎，阿健哥子，为什么我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在用？我也是经过很多无常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每天都是最后一天，就很拼命的做啊，就想说过去是杂念，未来都是妄想，把握当下都是我的啊。我随身就把上人带着走，因为我儿子帮我把上人的成语下载在手机啊，不管在分类啊，在回收啊，手机我可以带出门啊，去听到我都可以听经。我们一讲就是爱听经，干嘛都闲经啊，每天时间都是满档的。喂，哎，师兄你好，哎，明天是礼拜四哦，哈，19号礼拜四哦，哈，我们要在包装线的回收哦，嘿。有要两部车哦，好好，有四位菩萨，还感恩，好感恩，拜拜拜拜。1995年的时候，我一场大手术，真的很忏悔。那时候每一块都我买几个在做六合彩，还想说这样子有钱赚啊。手术回来，那时候当下已经吃不下睡不着，大姐说要赶快化验啊，不然命都没了啊。我就去观音菩萨的面前发愿啊，我要赶快做慈济，从环保开始做。隔天不可思议哦，就吃得下睡得着，就这样子开始做，做到现在，每天都做，不打烊。咱庄内人讲的，讲我做啥物想啥物，讲我咧卖菜的时阵吼，都有想卖菜啊。啊，我咧做左的时阵，都有想左我头啦，左我脚啦。啊，搁即卖咧做主席，讲哦，非常想主席人。